大家都做得很好。 赶快翻一下车，现在比赛已经，对面阿联酋这边有一个车翻了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头车是6号车，目前暂时第一，5号车。 这个单圈是由4号车做出的28.3，目前的头车是6号，蓝色啊，白色车和亮一下后面是头车啊，现在5号车和6号车同时测试了，两车只翻车了5.4秒，5号车暂居第一。 我们不再将持续45分钟。 8号车高速，现在头车是红色车和黑色尾翼，5号车是头车，现在将要进入直线直路，第二位是2号车。 两车相差3.2秒，1号车第3，比赛已经进行了3分多钟，目前场上排名5214376189。
车仍然是四号车保持的28.3。现在头车加速时速15，红色车和五号车目前排到第二。二号车刷新了场上的单车28.3，现在二号车已经追进了头车。好，现在二号车转加油，是取得了第一的位置，目前。目前场上排名五号车现在重新获得第一的位置，两车头车二车都已经加油了，都已经在加油了，现在五号车领先一秒。一号车刚才发生了小的故障，落后二号车有九秒。红色车壳是头车，请注意避让。红色的车壳是头车，后车请注意避让。这是八号车，八号车与后面那辆也是快车。三号车上升到了第三位，一号车第四，刚才一号车刷新了自己的最快单车28.2。
备五号车前往永春。二号车已经紧急停靠。五号同车，五号同车，四号、六号，你后面的同车，你是让车。好，现在好像二号车已经上到第一位了。我们看一下过线以后的同步，比赛已经进行了十分钟。现在二号车是头车，九号车还在车，一号车已经收进了三号，两车现在排在第三、第四位。
上排名215386/10/74。坐在边边轮一号车做出的28秒1，目前一号车排在第二位。比赛不进行了14分半。刚才三号车刷新了全场最快单圈28秒0。现在三号车排在第四位，落后前车9.8秒。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之1，现在头车领先二车有2秒，非常接近啊。二车领先三车4.6秒，六号车麻烦你避让一下后面的快车，谢谢。红色车目前是二车，二连车中间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二连车中间整车过掉。好，比赛进行了17分，目前的排名25136894。车已经冲到了5号车，好，小心，注意啊！快车，10号车，红色的车是快车，10号、6号，你们后面两辆快车，6号车请注意避让。6号车，6号车后面还有一辆7号也是快车啊，等一下试伤的时候需要。现在前面前四位都是同车，目前头车领先有4秒，头车领先优势4秒。
下，好，走。啊，双面到三速。哎，这空台很出位啊。一号车用想用延迟刹车，漂亮。现在一号车上升到了第二位。20分钟，现在场上的排名21.53，98.674。我们看一下头车跟二车之间的差距，现在头车过线了，二号车是头车。两车现在相差8.5秒，助手助手，有三车，六号位助手，助手请留意自己负责的区域啊。现在二号车越跑越快，两分优势已经有10秒。2.53.98.674。
好的，相差八秒。出号车，你后面是头车，速度不要。好，通过之后，头车是青色和粉红啊，粉红色车和青色车尾翼。二号车啊，现在过2+2，是头车。六号车请注意避让头车，就是。现在比赛已经过了25分钟，场上的排名前三位仍然是215。三辆车同分。二连坡奖金，头车刚才分了，现在一号车已经追到头车后面，刚才头车的一个失误，现在前两位的争夺相对的非常激烈，白色车让一下，后面是两辆快车，好，谢谢9号，现在头车二车只相差0.7秒。比赛0.7秒，八号车都是四辆，三号车后面是头车跟二车，好，谢谢。六号车、七号车注意避让，注意避让头车、二车。好，六号和七号注意避让头车。非常紧张啊！六号、七号小心啊！后面有快车，两辆快车正在争夺第一的位置。六号车注意避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现在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一号分别落在头两位，非常接近。比赛还有17分钟。一个内线超越，现在一号车上升到了第一位。现在排名1、2、5、3、9、10、8、6、7、4。现在一号车经过了将近28分钟的摆动，重新夺回了第一的位置，非常的艰苦，这场比赛也经过了耐力的考验。两辆车现在差1.4秒，比赛已经过去了28分半。3号车27.8，全场最快单车。
住在同村，同乡人同村，不过头车已经马上要飞到第三位的后面了。看这个套圈啊，第三号车啊，五号车犯错，现在头车二车已经套圈，两车现在只差0.5秒接近啊。二号车启动，二号车内线超越，一号车内线超回来，啊，非常紧张，两车现在非常的克制，保持着非常完美的线路。啊，一号车还是刚刚领先，比赛已经进行了31分钟。目前场上排名1、2、5、3、9、10、8、6、7、4，10辆车都在场上。啊，四号车现在失火了。7号车注意这辆头车，7号、10号你们看的是头车。后面二车，哎呀呀呀！二车位失误，小心小心，助手，好，助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刚才由于二车碰撞到一点落后的车辆，现在被拉开了一点距离。比赛已经进行了32分钟。好了，那片乌云已经过去，现在好天气。现在场上同分的只有一车跟二车，啊，8号和6号也是同分，又在第7、第8位。33分钟，现在比赛进行了33分钟。4号车，请注意尽量后面的快车。3号车，避让快车。3号车，哎，3号车失火，3号车失火了。过马路小心，过马路小心。好，谢谢公共助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头车的情况。目前头车在对面二连坡，头车现在领先二车有5秒，两车仍然是同分，都完成了70分。Thank you.
35分30秒，35分30秒，目前排名1、2、5、3、9、16、8、7、4。比赛还有八分钟。一号就差点失误。速车小心啊，减车小心！哎呀，二号车又失误了。现在场上的排名情况：1、2、5、3、9、16、8、7、4。3号和9号是同分，争夺第四的位置。比赛还有六分多。现在头车跟二车仍然只相差1.1秒而已，二车现在已经追进了头车，啊，非常紧张刺激啊！已经进行了39分钟，两车仍然只相差1秒钟，非常激烈，这将是一场精彩的决赛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5分多钟的较量。现在两辆车准备进入2+2。
台二号车正在加油，正在一号车又带开了。来，一号翻车，比赛还有4分20秒。好，一号车正在加油，我们看一下这次加油很干净。好，车过来了，好，一号车已经出去，两车仍然相差大约1.5秒的样子。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正在加油。还有3分50秒，现在。我们看一下第四和第五位，啊，第四第五位拉开了。3号车在第四，9号车第五，5号车是第三位。现在场上竞争最激烈的就是1号跟2号，排在前两位。好，现在头车进入大直路。刚才的3车是28.2。2号车是28.3，两辆车非常的接近。5号让下车，好，谢谢。5号车现在稳稳的在第三位。还有2分45秒。车注意啊，后面两辆都是快车，1号跟2号，在合适的时候请避让。7号车注意，好，进入7号车。头车二车很接近，仍然很接近。比赛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。现在1号、2号非常的接近。两车只差0.2的差距，在那么长的45分钟内，怎么做到的？现在两车正在争夺冠军的位置。头车二车再次做一分。这次0.7，还有1分多钟。九号和三号，你们后面是快车，我先预告一下。9号和3号，请你们注意避让，后面两辆快车在争夺第一的位置。好，这一次。现在比赛剩下不到1分钟了，两辆车仍然只差0.8秒，非常的刺激啊！全场注目的焦点，现在2+2，头车、二车、8号车、9号车注意避让，9号车注意避让。现在啊，一车走大了一点点，还好守住线路。现在还是1号车领先，最后的15秒，这有可能是最后一圈。好，我们来看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哎呀，在最后一圈。2号车在最后一圈最后两个弯道，还有车没有完成，还有车没有完成。
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一次。好，全部收车，全部收车，比赛结束。啊，非常非常刺激的一场决赛。